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技术部的一组组长徐彦石，二组组长向源。二组不是被裁掉了吗？是被裁掉了。小向同志来以后又成立了。大男生徐彦石，他这几年啊不太是。吴若平阳被选妻了。徐彦石，这小向来就是来顶替你的，对吧，小向？您宫斗剧看多了吧？顶替您也不能顶替他，不是？如果你还保得住为零，爷爷以后一切都听你的。你疯了！你不做主播，你去上什么班啊？有没有就可以上九天宝地？输了吗？下海直播揉面。这世界太小了。好久不见，向源。你跟向组长之间还是同学是吧？是你暗恋他，还是他暗恋你呀？你辞职吧，这里不适合你。你头都磕破了，没有变得好看一点吗？怎么还有心思开这种玩笑啊？徐组长，徐组长，徐组长，让我看看您在童话故事书的哪一页。就你这拍马屁，诺贝尔得亲自给你颁奖。以后我罩你，以后我罩你，以后姐姐罩你。你上辈子是个罩子吧？虽然你来了过后，咱们老大好像是疯了，但是我们不介意让他更疯一点。我就是想上个厕所。我给你找个坑。这是哪？让门外那个走。